Hello 大家好，我系威信哥，今日咧我哋咧就玩一个《Oricon遗迹嘅刺杀任务》，就打呢 Lephantis 嘅。咁咧我再另外嗰两条唔系，我想讲好 friend 嘅 best friend 系啦，好 friend 嘅一个咧就系用紧呢一个 Inarinaros 嘅，一个就用紧 Rhino Prime。 咁而用緊 Rhino Prime 嗰個咧喺 YouTube 咧都係有 channel 嘅，就叫做恩豪嚟。講下，大家可以去 dislike 佢呢片嘅。係啊，咁啊出句聲啦。咩啊？係啦。咩啊？咩啊？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啊！咁喺玩嘅時候咧，我都會同大家講下玩呢一關嘅攻略嘅。咁啦，恩豪你。咁其實呢一關咧，即係王主要係打你毒傷害啦。 佢最恐怖嘅地方都系毒，咁所以如果你打呢一关咧，你系带住啲高盾，但系低血嘅傻仔咧，咁啊对唔住啦，你好快输，但系反而譬如用 Inarinaros，Inarinaros唔惊系啦，同埋免伤，总言之免伤同埋无敌嘅嘢都喺呢度，同埋隐形咯，隐形喺呢度都有几有用，因为咁你就可以确保佢嗰个咁嘅毒素嘅弹啊唔会中到你，好好手一个，好手一个，都系毒啊真伤嘅啫，系啊，好手一个。 隐形佢唔打你嘅，好难打中你嘅，所以其实几好嘅。推荐咧系 Loki 又或者 Ash， 同埋呢一关弹药系非常缺乏嘅，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只 Necros 即系死神啦，帮你回下弹药咧，非常都系非常好嘅一件事嚟嘅。呢个有冇打死神噶？你问你话有只死神咁，点解要打啊？破金咯，完成度咯。因为你有阵时咧，有啲人都话，如果你唔想破金嘅话咧。 恭喜嘅，好神啊！所以就知嘅就系用第二啲可以增加资源或者增加翻某部分能力。Trinity 喺呢个场系非常之有效噶。咁头先我拎呢粒嘢咧，就叫做专精嗰粒嘢，系拎落嚟俾我储专精，冇乜嘢嘅，唔知奇，虽然第二场仲有嘅。咁之后你即刻清小怪先。尽量确保喺打只王之前，千祈唔好用弹药。 尽量确保你用翻，因为打呢一关如果发烧，消耗晒啲大药咧，就飙得机啦。因为你一开始打嘅系第一阶段，第一阶段嘅王好快，之后你先睇。呢个系呢个scan嘅目标，结合原生目标先得，先难。帮我控制，帮我scan，我scan。我scan唔到啊！一技控制唔得。scan唔到，我scan嘅喂。 啊！俾scan嘅喂，要嗰啲点啊？冇啊，冇俾我睇啊，嗰啲咩？我有啊。你scan啦，你scan。高难度啊，唔喐。喂，掟有嗰啲陷阱啊，掟有陷阱。掟咗啦，头先。我掟啦，掟到个。得两个点。 喂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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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踢毒哇！我点冇用咩廿八定先得？唔得啦，搞掂。喂，我哋冇睇，我整咗廿八定先得？啊，我仲有2800几血喎。冇睇血量，我睇。600几。个盾用咗10。大镬啦，咁噶，一阵间准备救我啦，咁噶。得，我唔使救噶啦。啲水扣血噶。 咁啊，Lephantis嘅背景故事咧就系Lephantis就唔系佢系Infestet之母，收埋呢啲收埋呢啲，佢系Infestet之母嚟，一救我救啊！不过其实我冇劝佢打王，特别注意，我哋要杀佢一个咩符啊？你杀咗佢先啦。其实佢系一个 Infestet 之母啦，即系话系Infestet嘅制造者。过嚟。OK 未？去啦。 咁咧入到嚟咧，就攞弓震咯，真系。呢啲又打烂嘅呢啲，系啊，呢啲打烂，枪。系得啦，开啦，开啦，开啦。咁呢一关绝对推荐用嘅，哇哇哇！呢啲胶囊之奇冇用近攻，但系因为冇毒死你。咁呢一关绝对推荐用嘅就系啲高准程度，但系效度力又唔大嘅武器啦。 佢呢把咧仲巴利斯，近排送咗把Death嘅系列，佢威力大。个人觉得最易打嘅头咧就系呢一个
Corvus 先係。原來你知咩咧？原來咧我冇帶嗰個咩啊？我冇帶我嗰把全星嗰把嘢。哇！你咁有趣。係啊，我冇冇咗，我淨得把原石啦。嚇？點解大天使你有嘅？咪豬豬。系唔紧要，我哋啱啱都过咗啦。把预言者又唔系预言。今日你见到其实咧用盗贼咧喺呢个场。惊我九宫有伤，我九宫应该都伤佢哋嘅，一枪。其实我冇带啊，点算啊？最衰我系而家嚟学下探。即系你而家见咗王之后咧，你唔可以走咗再开。你走咗再入。啊，走咗再。喂，有嗰啲 infestation 喺度留俾我，我要吸吸。算啦，咁我尽量。咁我呢一張乜就叫冇槍打劍，可以轉翻其他武器啦。咁呢一關難打唔難打嘅喂啊！只歪龍乜事都冇啊！咦，唔係我有帶喎。妖！咁其實咧呢一關咧佢即係話我冇武裝。即係 boss 唔可以話好痛，但係佢又唔係話冇傷，即係有差唔多咯咁樣。難度分咧，喺一開始嚟講咧，可能你做乜劈我啫，都冇錯。一開始嘅難度咧，我諗連十都未到，可能100分裏邊佢嘅難度分可能只有80几。一開始，但係到第二階段嘅時候咧，你就睇唔到嗰種 boss 嘅能力。哇！同好多 boss 唔同啦，呢一隻 boss 係真係巨大塊嗰種。即系唔系话打科嗰啲白痴仔，细细粒咁嘅傻仔嘅，又样衰。虽然咧神奇都几得几靓仔。你讲出咗重点 ，Corpus 嗰个就系神嘅。咁你见到我依家爆咗远道护甲咧，就系可以人哋打我台远嘅时候咧，咁我就可以加护甲。咁人哋打我血嗰阵咧，我就会加中咗两。你見到我由幾，我一下打幾十變成打幾百，傷害啊，係好大分別嘅。所以 Coma 呢個場成優勝。我要揾 Infestation 喺度。我都係諗啱，你諗啱啲。咁啊，盡量要走位啦，呢一個場裏邊要走位啦，冇得咁滯。Final 唔使，係 Final 就乜鬼都唔使計嘅。打最易打嗰個頭就係 Coma 嗰個頭。最难打的我觉得是其他人，其实 Corvus 的头好易打，是竞争是超级非常的。那这个场地是有个北位的，那我可以教大家，不过呢用不用呢就视乎你了，就是上来这个位转过来。好啊，这里不算北落，它喷到会喷上来。不是，要喷入边，行入边就可以了，下边它打来不及，当它想打它真的是一选个死人头出来的，这里的快要会帮你挡上去。咁當然啦，一個 bug 係絕對唔建議大家使用嘅，因為如果你用呢個 bug 咧，你就體驗唔到你打嘅波想刺激感。咁啊喺守護方面咧，電隻浮龍都係唔錯嘅，幫你控制住其他小怪。而且電隻浮龍本身嘅生命都幾高，終於劈爆咗我怪。打爆 Corvus 個頭啦！得，我肥死咗個。係 ，Corvus 個頭已經第一次。因為 Corvus 嗰個真的很易打錯，咁啊佢死咗之後會跌咗好多波。其他頭真係，其他頭真係得好。哇！中煙風暴咩嘛係？邊度 ？What the fuck？ 劍盾啊！哇！中煙風暴，劍盾嘅波。做咩啊？中煙俾我嗰啲咩咩我之前買槍幾貴嘅，幾貴㗎？廿幾萬金，因為打中煙風暴好似淨係打呢關先夠。其他關你唔見應該就是、應該就係打呢個，所以都幾貴下。同埋啲浮狼咧，你打爆咗佢之後咧，其實你發覺咧佢係會讀埋自己嗰啲嘢嘅。所以浮狼就係你適當嘅時機打得靚個位，又或者你即係等我，你唔好打爆浮狼，等佢出，等只怪轉出嚟，你再打嘅話咧，反而係會有奇效嘅，絕對係會有奇效嘅，出奇嘅效果。係喎，你俾我嗰個魔有用，爆炸戰。爆炸戰喺呢個場，有爆龍，同埋彈藥轉換咯。呢一個場彈藥轉換非常有用，因為長期你係唔會彈嘅。哎，但得死嘛！我哋準備落去。我之前單人打都可以打到嚇，我跟住你啦。合璧點？好型。合璧點？
我有嘢未执啊，执埋先。嚟咗啦！即系三个头打爆。冇错。嗱，呢啲先系真正嘅气郁嚟啦。准备落去。哇！佢唔系上嚟同我哋打，又系落去同我哋打。跟住你就好型咁样，超型咁落嚟。系我咧，我应该最前。净系得就系阿和世最样衰啊！我真系兔仔二。啊，劲啊嘛！人哋阿 Y 同都转化。你唔抵得咩？哎你唔抵得，你唔抵啊！咁呢一个伤害系统咧，就系你只要打侧边个三个头咧，即系三个头嘅血量就会往下打。个 Greener 个样好卡嘅，其实咧有边只 Greener 嘅样？我 Greener 个样边度啊？边度？你爆咗一只咯，已经咁快冇啦，爆咗个头啦。因为居然三个人打系有啲暴力啦。单人拆嗰下先把戏噶，我之前系单人拆打到嚟呢度嘅。三个人打好似又打。其实我系有啲唔想三条锁匙哥先走出去。而呢个新王伸只手过嚟做乜？哦，伸个头嚟做乜？扣咗200血喎，几劲！我而家第三次开啊！我系咪剩翻一个头啫？好似系。最易打一个 common 嗰层 ，Holy 88，搞掂，哇，成个搞掂，哇，执嘢执嘢执，做咩事做咩事？成个，哇，你死咗咯，我嗰度好多嘢执，好多嘢执啊嗰度，喺呢一个场得你一个死过，唉，我 common 我好耐冇练啦，技术都生疏晒 common， 我啲血量从来冇低过2000。走啊！我又重新兜过。人类总是要犯相同的错误。我啱啱其实冇开电脑护甲，如果唔系我应该低能嘅，好似冇用过技咯。啱啱净系攞枪肥。咁讲，我啱啱仲跌埋落去，飞唔过去，跟住又重新搭的。啱啱我连大技都未放过一次啊！低能咗啊，系。大技都冇放过啊？系啊，弱智咗嘅。我都冇啊。喂，入过嚟啦，快啲啊！其实我都想。我只开个招一技啫喎，哎呀，行得咁慢 ，nice， 今晚系呢场仲有好多嘢俾你嘅，第一 Lephantis 我哋打多啲啦咁 ，Lephantis 嘅文章啦，样本特别难等读啊，点解我好易打咁佢？三个人啊嘛，大佬。最好的要打两粒钟，单人咯，单人系真要打两粒钟，差唔多啦。唔使啦。我琴日单人，我自己一个打都打一个钟，系啊，我自己打完。cut 咗未嘅？咩 cut 咗未啊？诶，做咩啊？哇 ，stalker 啊！你段片 cut 咗未啊？未啊，依家仲喺度嘅。其实咧，啱啱咧系玩完一场嘅呢一个咩？我头先我因为我一咗 Jordan 嘅任务，原本咧就要嗰个咩费洛蒙甲嘅，点知咧就唔发觉咧唔系几嚿打，走咗啦，今日冇咗啦，好开心啊！问题我有啊，系啦，唔需要嗰个人有，但系需要嗰个人。你说好的最难打嘅 boss 咧，单人嚟喎。同埋我哋三个，你知唔知？我觉得圆形外装战甲仲难打。我觉得 Jordan 仲难打啲喎。地球外装战甲仲难打喎。第一我哋三个，同埋我哋抛我哋咩装备？吓？唔系啊？有咩问题？二打系正常嘅。我一样 Prime 都冇。OK 啦，都系咁啦。我嗰把都系零增嚟啫嘛，呢只嘢你净系用。武器打佢都是用枪打佢嘅啫嘛，都唔关我把近战武器事嘅。一用只 Inneros， 啲毒对我根本冇用嘅。系啊，一用 Rhino 啲毒对我冇。所以系啱噶，你啱啊。所以玩呢个场
即係玩唔係玩呢一場，其實你只要配得靚 Warframe 或者有一個隊嘅話，其實就好易打。但係如果你單人打，又或者你配唔到嘅，其實真係打好耐。咁你幾時諗住 cut 啊？係咯。因為我想講埋啲結算啊，大佬。你冇吹我啊，大佬！呢兩條友仔。講啦。頂你。講啦，快啦。嗱，咁我打呢一關嘅配置咧。我想打 L。你等我講埋 Chroma 先啦。咁啊 ，Chroma 個 Chroma 啲魔咧，由於我未極化過，所以廢係正常嘅。咁我用咗咩咧？能龍級波不咬，出嚟不息，活力快速充能，聚精會神，簡化鬥編轉同持久力嘅。咁加埋咧，咁就非常之好嘅。技能方面咧，因為我加咗嗰啲嘢之後咧，咁所以依家譬如傷害啊，定係加怨怒護甲，怨怒護甲呢一場就好用嘅，所以就都會加咗好多嘢咧，非常之正啦。咁啊，由於嗰兩條友啦，就話好想玩 LL 啦。咁我哋咧今日呢条片咧，所以你而家去拍 LL 先。咁呢条片咧，真系暂时到此为止啊！咁啊，下次再见大家，记住订阅我秒神哥，记住话必要啊！呢个订阅我好过订阅佢啊！唔好订阅佢啊！算啦，呢条友又订阅我，又唔好笑啊！我会，你下。